风靡全球的电子竞技游戏《荣耀》，注册用户突破1亿3000万。如今，《荣耀职业联赛》第八赛季常规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这代表荣耀最高水准的舞台，各职业队伍斗志昂扬，战况热血澎湃，冠军最终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令人遗憾的是，拥有荣耀教科书之称、最具传奇色彩的选手叶秋，在第八赛季的冬季转会窗选择了退役，这是荣耀联盟的巨大损失。他突然宣布退役的举动引起了业界的广泛猜测，而流传最广的一种猜测是，因为年龄增长、状态不佳，为了加持战队的发展，他自愿退出。叶秋退役之后的生活依旧在引发着荣耀粉丝们的好奇和关注。接跑、接高飞球、落地接勾拳，报告，合理利用格斗系的基础技能，可以快速接近远程指令，在攻击范围内击溃他。我们要参加的职业挑战赛是以小组积分决定决赛资格，团队赛的积分比重极大，这块必须拿下。单独职业的技能组合很难循环，只有不同职业的选手默契配合，才能打出完美的连击，并达到最大化的伤害。我们一定可以拿到挑战赛门票，进入职业圈。哦耶！我感觉我已经彻底燃烧起来了。你坚持的那些现在已经过时了，你本来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终点。我的终点完不完美由我自己决定。多说无益，赛场见。赛场见。老板娘，你在现场看到那个龙抬头没？你说那个是不是叶秋大神啊？嗨，我哪知道，他没有露脸啊。哎，他不是用的小唐的账号吗？那小唐有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子？欢迎光临。哎，你们小唐，你们小唐。哎，那边来客人了，我得过去招呼。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谢谢。老板娘，你忙。哟，大明星回来了。别提了，也不知道是因为谁。哎，现在几点了？那事情没给耽搁吧？一分不差。老大老大，8点马上就到，荣耀用户在线高峰期，我们都到齐，就差你上线了。来了来了，别好了，要准备了啊，走起。这么多工会招人啊！哎，我是蓝宇战队的粉，我们去蓝西阁吧。好啊好啊，我特喜欢黄少天。去什么三大工会啊？现在最火的可是我们星星工会。星星工会没听说过呀。那君莫笑听说过吗？君莫笑，那个星星工会会长是君莫笑啊。是那个拥有自制银武的散人，那个叱咤风云的大神君莫笑。工会招人啦！星星工会招人啦！星星工会招人啦！四级工会有名额，错过后悔一整天。想要永久魔神属性吗？想要名字登上副本记录吗？想和君莫笑老大一起组队吗？不要犹豫，点击鼠标入会吧！入不了吃亏，入不了上当、啊。我们也要这样喊吗？喂，你们两个不要偷懒啊！包子哥，我这又拉了两个人，他们都是会长的崇拜者。干得漂亮，小月月！哎，你怎么也跟着喊小月月了？
晚上的魔神副本能顺利吗？放心，哥的很多朋友晚上会来。朋友？可恶！怎么才能遏制住清新这个发展势头？要不要打压一下他们的工会成员？没大用，我们又不能正面去为难。哎，师出无名啊！他马上要开守护魔神了吧？啊？你说的是那个打赢后能给全工会成员八点属性点的守护魔神？没错，就是那个打赢后，工会才能继续升级的守护魔神。那我们可得为好朋友君莫笑帮帮忙啊！5个够不够？你也太抠门了吧！15个才够意思。啊？派卧底去星心，不是不再去和君莫笑较劲了吗？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建了工会，成了我们的直接对手，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三大工会都会做行动，回头我们还会联系其他一些工会，你就不要顾忌了，放手去做吧。各位，知道怎么打了吗？不知道啊，打球带啊！我是萌新，大的不要嫌弃我呀！看不玩死你！好说好说，听我指令啊！这就是你说的朋友吗？开怪！哎呀，真是漫长的10分钟啊！我居然是迫不及待想听到结果了，这够狠的呀！20人团本派了15个卧底，君莫笑今天怕是笑不出来了。一队退回原来坐标，2队攻击，远程不要移动站位啊！喂，傻大哥，你倒是回头攻击我呀！可恶，时间都箭在的要死，你要怎么失误啊？哎，2队攻击不要停啊！没停，没停，没停。一队停止输出，向后退一步。我去，这君莫笑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啊！这枪炮是谁啊？好厉害呀、啊！好像有职业选手的水准啊！这是人类吗？太变态了！君莫笑又把 BOSS 牵回来了，他们难道想就这样封正掉 BOSS 吗？妈呀，这根本没法玩啊！天哪，从来没有这种想死却死不了的感觉啊！再不行动，我们就要给他打白宫了。但我们卧底的身份不能暴露啊，那怎么办 ？BOSS 都要被打完了，放出内幕保留。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失误了。想让那两个人失误吗？白人头突刺往后，除非发生奇迹吧。哎，老大，我呢？大家不要超过我的身位，等不了了，暴露就暴露吧。什么？直接踢出工会？别瞎动啊！听我指示行动。难道说君莫笑他早就察觉我们是卧底了？恭喜星星工会成功收服魔神，获得魔神属性守护之力的庇佑。各位辛苦了，没有各位高等级的高手帮忙，我们这小工会还真拿不下来。不辛苦不辛苦，这样还算辛苦。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留下还是离开，大家随意。真是可恶，派出去的卧底一点用也没有。哼，可不是吗？我听说君莫笑还给你们发了感谢信，有够丢人的。少在那儿说风凉话，你们轮回不是也派了卧底吗？我只是想问问那个角色是什么来头，听说最近星星工会都是他在打理。不会是你们谁的小号没退吧？留下还是离开，大家随意。哟，这还上了一个角色，哪家工会的？要假装新人吗？
蓝溪阁。嗯，蓝河啊？不会吧，这也看得出来？瞎猜了。哎，你都暴露了，还混在我们工会里干什么呀？啊，无聊瞎混混。无聊啊？那我给你找点事儿做呗。哎，啊？哎，新人看过来啊，这是咱们星星头号保姆雪总，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啊。不是，等等，我可是卧底，是蓝溪阁历史局会长。真是一言难尽呐、啊。哎，我说，你们蓝溪阁和烟雨楼干什么吃的？星星可是挖走了你们两个高手啊。就是，千城和马后炮这种高等级的精英都留不住，平白给对手增加实力啊。你以为我们愿意啊？告诉你们，军末校到处挖人，目标绝对是四十级副本千波湖的记录。靠，那星星不就凑齐副本队了吗？你们两家真够拖后腿的。比试，这你可怨不得我们留不住人。怎么还能有什么内情啊？你想知道吗？这个答案可是很可怕的。那你倒是说说看啊。喂，说话呀，你说呀。星星工会的会长君莫笑，他的现实身份叫做叶秋。什么？你说的不会是家属职业队前队长他在叶秋吧？来的消息真的是叶秋啊。别换了，瞬间居然在荣耀里能遇到真的大神。君莫笑是叶秋，他跑过来打网游，这就是千城退会投奔星星的原因。哎，千城，你再考虑考虑，不要退会啊。会长，我只问一句，君莫笑是叶秋吗？不是，你别听他瞎说，他是冒充的，就是一大骗子。果然和叶秋大神说的一样啊，他让我来问你，说你肯定会否认的。什么？这么无耻！会长，我是一定会去的，反正工会也没什么人喜欢我。千城，而且那可是叶秋啊，他是我的偶像。抱歉了，会长。其实我本人超喜欢叶秋，真能和他一起开创工会的话，那心里都有些痒痒的。哎，不就是叶秋吗？有什么好怕的？哟，霸气雄图会长有话要说呀、啊！别忘了，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他是大神又怎样？我们几家联手还对付不了他吗？各位别忘了，身为工会会长的职责。第十区的开荒为什么困难重重？就因为他君莫笑把握着副本记录，把握住了咱们工会俱乐部的竞争命脉。之前他一个人还吞不下，而现在他有了工会倚仗。你们能容忍他继续发展下去吗？不能！这是事儿！沙漠他们核心成员的经验，让他们赶不上我们的工作进度。那咱们这是要公开和他们叫板吗？师出无名，当然不能这样。那怎么办？千城。千城品行不端，可杀。哎，千城喜欢抢怪，风评极差，看他不顺眼的人多了去了，就拿他开刀。哎，对。来个惩奸除恶的名义，星星工会收留他，也可以做做文章，去论坛上下战书，发檄文。好办法，杀杀他们的锐气。没错，要君莫笑老实点。对，打不了君莫笑，一起坚持。看，是千城。中草堂都在那边。嗯，各大工会的人差不多都到了。有发现君莫笑吗？我们这边没有。我们也没发现。相信对方有准备。希望如此。啊，会长，莫非想借星星工会保护千城的举动来和星星直接发生大面积冲突？啊，又是尔虞我诈呀。这大点地方星星能做多大不止，会不会在水里？水里藏不了那么久，我们几乎能观测整个水域，他们想藏也没处藏。不等了，进攻！啊！被他溜了，不愧是千城，别让他跑了，快快下水！好，快下水，快！稍等，
啊，天成潜下去了，跑哪儿去了？有埋伏啊！我回，我回。属下怎么会有埋伏？之前根本没有人服上了幻气啊！这个好像是种不太常用的操作技术。什么东西？名字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水战时专用的。角色藏身于水下，伴随着浪花的沉浮，时不时的仰面轻微冒头，补充氧气。时不时的仰面轻微冒头，补充氧气。这是职业级的操作技巧吧？好，难道是？君莫笑，风出烟雾，果然有埋伏。不过，我们好歹有这么多人，兄弟们，拼一把！什么？居然连水下弹道的变化都能算得这么精准！这样不行，水下我们打不过职业选手，快，快上岸！上岸，那我送你们一程吧。对啊，好厉害啊！来伯伯啊，下水，我们试一下车轮战，耗光他的氧气。君莫笑，你干什么？走你！又来！啊！伙伴，别当观众啊，咱可交给你了。就知道欺负小朋友抢怪，能不能干点更高难度的事儿？会长啊，不再是你的会长了。气球，他想让我们没工夫和水面换气，在湖里淹死。撤，先去前面的小岛。阿祖，阿祖，就这样放过他们吗？放他们走？谁说的？嗨，这位客人，新鲜的板砖要吗？我上哪有埋伏呀？动物。哎呀，小弟这狗放的真及时，不错不错嘛。火焰精灵不是狗啊？还有，谁是你小弟了？叫魅光。这样不行，没有退路了，直接上吧。哎，不是说是高手吗？啊！哈哈哈哈，弱爆了你！
队长！哎呀，打水里去了，这怎么弄啊？没事，水里有 boss。嘿 ，boss， 那我们也去杀。杀不了啊。啊？为什么？因为水下的那个 boss 和我们是同队的。哦，叶秋在荣耀里建工会了。是，就在新区成立了新兴工会。看来他没放弃，还想重回职业圈。在荣耀里随随便便的拉几个杂牌军，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回到职业赛场了吧？叶秋，太棒了！收拾了其他工会，我们星星在第十区也算站稳脚跟了。建战队的第一步完成的相当不错嘛！其他工会肯定气死了。哈日还会打击报复？啊？那怎么办？王管，王管啊！王管，麻烦过来看看。哎，别急，来了来了。这台机子出问题了。这重启没有啊？没啊，还在线呢。如果不是家世强逼他退役，他本来也该操作着斗神一叶知秋与魔术师剑圣他们在荣耀的职业竞技舞台上较量，而不是在这里当一个网管。一定要去职业圈。兄，人都跑了，被狙击成这样，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心理阴影啊？那他们得撑住了，毕竟这才刚刚开始。低头看不到天空，那就低着头看脚下的路。哦哦，可是我们都很清楚，不想埋葬心里那个梦，可不是为下次欺负观众。I know you have been with me， 这次连接所有频道的电流，想起那天你说的等候，世界还能弹出绚烂的节奏，在数字世界完美的演奏。I'm ready for big show， 拒绝旋律全新的你我有，若雪能坚持到最后，点燃着内心的烟火，照亮黑暗中的软弱。嘲笑吧，嘲笑吧，都是前进的燃料。记住你我的脉搏 ，Running on our glory road， 面对他新的战术，眼神坚定了脚步。The scenery we're missing will be waiting for us at the end。大神，咱不打了行吧？这次我们认栽了。哦，行啊，割地还是赔款啊？他怎么不去抢啊？面对这样的对手，只能选择退让。蓝河，你到底是哪边的？割什么地赔什么款？我就不信咱们夜雨楼这么多人还干不过他。我们走。新年快乐。我叫角色，大号是蓝西阁第十区会长蓝河。因为厌倦工会斗争，来君莫校建的新兴工会做卧底，但是他好像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玩荣耀几年了？好几年了。哪家工会的？太直接了吧，蓝西阁。蓝河？不会吧，这也看得出来？啊，那没有，我乱猜的。
蓝西阁我认识的剑客只有三个人，那个绕岸垂柳好像不太会是一个来当卧底的人。是绕岸垂杨，那还有一个是谁啊？黄少天。这位当然更不可能来当卧底了呀。我说你搞什么名堂，有你这么不敬业的卧底吗？都暴露了、你还混在我们工会里干啥？无聊，瞎混混。哦，无聊啊，那我给你找点事儿做呗，帮我把工会经营一下。我什么情况你很清楚，还让我帮你经营工会？我可是个卧底。但你至少是一个被知根知底的。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啊？因为你无聊吗？